今天首先由我们谢龙泉谢代表来执行。你谢代表。谢谢各位主席哦。首先哦，我请教那个清洁队哦。赖队长。有关于我们这次哈、垃圾的问题我们代表会哈、各位同仁哈、都很关心的哈、事实上哈、本席在这里哈、真的啦，要替哈、我们建隆里的里民哈、说句话啦，这十年来哈、人讲的啦吼，人讲粪扫哈、什么人要家己放伫家己的门口啦，这十几年啊吼、建隆里的里民哦，嘛忍受这臭味嘛忍受十几年啦。自93年，到今吼104年，已经11年啊。吼、这期间吼、咱公所答应讲10年到，我要讲复议啦吼、那个环境的复议啦。但是吼、因为我们台东县吼、那个焚化炉吼、是备而不用啦，所以说吼、在这段期间吼、应该是105年吧。没有，100年啦吼，100年5月嘛吼，佫开始垃圾转运啦。啊，这期间吼，这粪扫拢总一直蹲伫垃圾场吼，拢是建隆里垃圾掩埋场。这种臭味啦吼，实在讲啊吼，实在吼，互人难以忍受啦吼。啊，最近吼，佫因为咱那个高雄的大社的焚化厂吼，要甲咱起价吼，所以讲吼，造成吼咱的粪扫吼，这处理的问题，佮尤其讲吼，是这段期间啦吼，大家沟通协调吼，幸好吼，由我们张市长吼亲自出面啦吼，才把这个问题解决吼，终于落幕了吼，为了这个回馈金的问题，事实上啦吼。咱将心比心啦，什么人真正讲要把粪扫放在家己的门牙口，对吧？对，那个队长，你想，如果若个也是咱在座的科小主管，咱如果若讲吼，把这粪扫来堆伫咱的里内，也是咱的门牙口，你敢愿意？那个我们科室主管，你们愿意吗？愿意的举手啊！愿意的举手啦！我没有人愿意嘛吼。所以说这个回馈金的问题哦，事实上哦，我们真的是吼、公所啦吼，或者是环保局，其实哦，不要跟他们计较太多了。如果说尽量对于他们里内的建设或者是活动吼、尽量他们申请的话吼、这个是不是吼、队长？因为前几年吼、都因为这个问题，那个建隆里吼、时常在跟我反映吼、说他们的活动会还有他们的建设经费，常常申请的话，都没有办法预期说，在那个活动之前，或者是活动后一个月内进行核销，有没有这回事？谢谢主席，谢代表的对清洁队的关心，有关这个回馈金的部分哈，因为我们有分那个活动经费跟建设经费，那这个我们清洁队的部分是负责活动经费，那活动经费这个部分呢、因为一般都他们年度都会就是年底12月份我们会再重新订约的时候会请他提出一个计划书，就是前年度的计划书，那在前年度的计划书他们会把他们该分配的那个经费全部分配到他们的活动里面，那只要这些活动他们在核销的时候我们依照这个计划的话，我们都会很快的帮他核销。是这样吗？是、为什么他们常在反映呢？是我们公所故意刁难吗？我三月份接任的到现在核销没有这个问题，到目前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有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好。但我记得哈，这个建隆里垃圾掩埋场之前掩埋的时候哈，好像回馈金是600万嘛，是不是？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掩埋的时候，完全掩埋是600万嘛？是。到那个
转运到外县市分化的时候，回归金是300万嘛？是，对不对？103年四月份开始转运的时候，一百年三月份开始转运的时候，它是就从那个掩埋变成焚化这个部分就是300万，就是300万嘛。那今年我们跟他们协议是，今年是焚化跟掩埋一起来，所以折中变成500万，变成500万了哈。说实在的啦哈，建农里里面哦，他们真的啦。去年，我记得去年了哈，好像是去年吧，选举期间哈，是不是高雄高雄了哈，高雄化厂哈，还是康定？高雄人武。高雄人武哈，那当阵高雄因为机械故障还是怎么样哈，无被我们躲嘛，对，我们把那个垃圾再到大武乡去掩埋，有没有这回事？去年那个时候是仁武乡仁武那个垃圾焚化炉，它是税休，所以他通知我们税休的时间可能会达2个月或3个月之久，他不等，所以他希望我们的他告知我们垃圾不要进场。那个时候有跟就是环保局那边协商了以后，是到大武的垃圾掩埋场去请到，可是大武垃圾掩埋场那边的居民抗，应该不是因为居民抗争啦，因为是选举因素吧。这个对不对？不得而知。好像本席了解，好像是选举因素啦。大武乡公所好像不让我们掩埋，那时候把那个垃圾全部再从那边挖，那个挖起来吼，再回来建农里掩埋场，是不是？是。啊，那个臭味呢？我真的吼，实在、那个、说实在，本席真的是吼，我们真的是吼，台中市的市民真的要感谢。我们建农里里面的那个臭味，那个垃圾正好在发酵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吼，本席也有到现场吼，真的那个臭味，说实在比尸臭还要臭啊。啊，建农里里面还是牺牲了他们的吼居住，那个环境居住的正义吼，所以说吼，他们为了我们台中市民，还是忍受了这种臭味吼。那实在感谢因啦，真的啦，吼。过一遍吼，就是咱的垃圾掩埋场吼，是不是今年有回收哟？今年嘛吼。是。啊，那个垃圾焚烧产生的，应该是产生毒气吧，就是戴奥辛嘛，是不是？吼，这个也是对环境吼，对他们的空气污染吼，造成他们吼，有些人都身体不适啊，哦，甚至于呕吐啦，吼，而且吼。日时也鼻臭味，暗时也鼻臭味啦，哦，真的是很难受啦吼。所以说吼，这一点吼，本席真的吼，再次强调啦吼，我们市公所或者是环保局吼，还是我们台中市市民，真的要向他们吼，致上最高的歉意啦吼。你觉得呢？在这边跟代表说明一下，那个。掩埋场发生火警的当下，那市长也对这个很关心，他也马上指示我们把去采购一些那个口罩啊、哦，那饮用水就直接分发到那个他们社区发展协会和里长那边，请他们转发给。还有就是我那个不好、哎，这个问题，这个我知道。那个至于这一点呢，哈，我们公所在掩埋场那边有没有一些消防设施？我们有消防设施，有一个消防池，一个消防池。但是据本席了解哦，那个消防池真的，如果说那边发生火灾，哦，确实是那个消防池是不够用的了哈。啊，是不是这种机制在我们公所，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因为我们那消防池不是说不够用，是。他们的那个消防车去他那边抽水，他没有办法抽，跟那个消防车没有办法配合了。所以是这个部分，我们来跟消防局那边做协商协调，看是怎么去改善它。哦，那麻烦你会后哈，再跟那个消防局，哦，去研商一下了哈。好。啊，再来哈，队长。是。我们现在哈，
垃圾吼水水征收一度是多少钱？水水会征收一度是3.7。3.7嘛、欸，之前掩埋的时候是2.9嘛。是。是不是？是。那现在我们本来是之前那个103年，就是去年啊，那个我们转运，吼，转运到外县市，它的运费是多少钱？转运的运费是658。658块毛，那焚化的费用呢？730。730。那我们今年是人武厂，是，他跟我们的费用是加到2307块嘛，对不对？那是焚化。焚化嘛。对。那将近足足涨了3倍啦。哦，那个，那么现在这个收费问题，这个收费你是由环保局主导，还是我们台中市公所？那是由环保局主导。那我们台中市公所不能有意见吗？可以，我们可以自己定定。你有没有试算过以后的收费要怎么收费？目前我们本所的收费是3000块一吨。那若是说要符合他，这个是事业费区域吧？一样啊，现在那个3000块一吨的情况之下，都是要符合环保局跟报请县议会通过的4800的话，我们可能要以4800为基准的再下去换算。4800嘛，现在我们一天的垃圾量是多少？约80吨。80吨嘛吼，啊80吨，起码是一半外运嘛。我们现在是一半焚化，一半外运，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啦。掩埋为辅、哦，掩埋为辅嘛吼。啊，之前因为建隆里是10年就契约就到了嘛，现在吼我们是签了5年嘛，等于是到105年嘛吼。我们、哦、不是到109年了、啊，哎对，到109年嘛。我这段期间，你有没有想到什么配套的措施说？说如果说那个外县市的焚化厂一直在跟我们加价，吼、哦，起价啦，吼、哦，一直起的时，咱台中市的本省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若是说包括收费问题哦，若是说外县市的焚化厂跟本县的焚化厂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以掩埋为主。那掩埋的话，我们现在就在积极去寻找掩埋厂的厂址。我继续在寻找掩埋厂的厂址的哈。对。本席很关心这个收费的问题啊，这收费也影响到我们哦，现场哦，各个市主管哈、哦，啊，我们代表还有我们全体台中市民哦的荷包啦。这个计价方式你还没有，你心里都没有一个底吗？要怎么去计价吗？就环保局规定说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嘛，一度水征收。我们现在是一半40吨是往外运嘛，40吨是就地掩埋嘛。那这个收费问题，外运是一度3.7块嘛，啊，如果说掩埋是2.9元，那以垃圾量80吨，40吨是往外运，40吨是2.9元来计算，那你有没有采一个折中的方式来计算？目前环保局那边他还针对着一般家庭废弃物水会征收的部分，还没有做一个涨价的一个计划，他只是在口头上跟，我们在提拟这个构想。那若是说他有涨价的计划，我们会再跟施工所这边财政单位这边再做一个研议，看一下怎么处理会比较好。这点吼，我感觉吼，这收费的问题吼。咱台南县吼发展观光啦吼，发展观光吼，人家说人有人潮就有钱潮啦，啊，但是吼，垃圾的问题，有人潮吼，垃圾就制造越多啦，啊，这个收费问题的公平制度上吼，是不是一般家庭的垃圾跟
哦，盈利单位的垃圾，这个计价方式是不是要采不一样的规，那个规则来处理？现在目前就是不一样的规价位。现在目前的价位是怎么样？现在一般家庭垃圾就是水水会征收，那一般事业会欺负就是刚刚跟代表报告的那个一吨是3000块。一吨是3000块。对。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像是，比如说民众拜托的，那就是以一般事业会欺负收一吨3000块。也是一吨3000块。对。哦，那本席了解哈。但是我本席还是希望了哈，这个收费的问题哈，由我们的哈啊队长哈跟我们财政科哈这边我就稍微严拟一下了这个计费方式的哈，因为本席一直强调哈，现在目前是40吨外运，40吨就是一半一半嘛，一半掩埋了，这个计价方式哈，一个是3.7，一个是2.9。你稍微计算一下，应该如果说，在这段期间哦，应该这个计价方式哦，应该可以采一个那个适当的价格来处理的，可以吗？听不？你听不？陈科长，你听不？来，你起来，你起来。我请问你啦吼，之前还没有外运掩埋，是一度是2.9元，对吧？现在是，去外县市分化是3.7，现在外县市啊，你当初呢分化费是720嘛，对吧？注意听哦，啊，现在是2370嘛，这比例你算就知道嘛。好，谢谢大会主席，谢谢代表对整个垃圾归费的关心。当然了，县政府对于我们垃圾的委外的部分，他们的权责处理端的权责是在县政府，所以他们的价格定等等都是县政府，它全县统一的啦。所以市公所在这方面属于水水征收的部分，我们是没有权限的啦。那真正的如果要落实到使用者付费原则归费法的部分的话，是按照成本。如果按照成本的话，上次有代表反映说可能会调高到一度11块，因为你跟我讲你2.9到3.7，其实公部门我们还在补贴啦。哦，你2.9的时候，我们水水征收，一年大概可以收到2000多万，2300、2400，哈，那你调高到从2.9调到3.7，差不多也在修高到3000万左右了，哈，3000出头。但是你要扣除掉我们委外，即使运台中市的垃圾，之前每一吨730的时候，还有含运费，台中市的垃圾运到仁武去焚化，锦尼了哈，锦尼，我们跟县政府对拆了哈，总金额可能都已经高达快4000万，所以它的虚伪。我们公所就要负担，公所负担一半，大概1600万左右。对，那之前收费的标准能够负担吗？我们公所没有啊，就是要我们要去补贴啊，用我们市库的钱去补贴它。哦，所以说，那锦尼稍微跳不了这级。那锦尼你要那水水征收部分呐，哈，水水征收部分，应存有加收嘛。哦，我掩埋的部分，我们大概2400、2500，我们还可以补贴。你那。那清洁队几年以上？那几亿？一亿？照理讲说，我说垃圾的部分来处理，说如果全部都落实的话了哈，落实市公所每年贴补在垃圾处理这方面，一年可能要补贴到6000多万了，哦，6000-7000万。那开始委外，100年开始委外的时候，市公所可能要增加1000多万，将近2000万的补贴，所以每年补贴的金额会高达大概是在7000多万到8000万，所以咱收这的垃圾归费的时候，清洁归费真的不符，没有办法平衡呐、啊，没有办法平衡、啊。你再调整到3.7，然后5块钱，其实都很难平衡。所以这部分是市库在补贴啦，好、哦，因为从总成本来省下来啊。所以之前哦，陈明峰陈代表也有直觉问到说啊，那富冈那些渔港的部分所制造的垃圾是不是要使用者付费？好、哦，那时候我会去查证一下哈。哦，那绿岛的话也是类似，但是它被驳回了哈，被中央驳回。但是台中市的部分，我们这一部分是没有，
哦，是因为那个区块就是渔港的部分，由县政府渔业科在管辖。管辖的时候，它委外了哈，它已经委外给那个由那个国内哈、国内船舶运输商业同业工会，所以那几个收钱耶，那我叫请一顿就是3000块跟他收，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确实有落实到了。哦，公所确实有落实，还是一样亏啦，还是一样亏，只是亏多亏少，但是我们也要考量到说，哦，市民的负担程度啦，哦，当然在市公所可以，所以哦，不是一直强调嘛，市民的负担程度，莫讲哦，大概当然，荷包又减少了，是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计费的标准哈，本席希望啊，我们公所能够跟环保局哈尽量去协商，我们也是达到一个平衡呐，是哈，因为本来就已经。亏了嘛，对不对？那不要因为说啊，大厦那边要甲恁起价，一盖起价，好市民感觉讲，哇，恁公所一盖甲恁起遐侪钱，是，对不？安尼敢好，安尼蛮不好啊，对吧？当然，好啊，回好哈，是。麻烦您针对这个问题哈，再研商一下了哈。好，谢谢。啊，接下来哈，啊，不是嘛，是先告咱前个队的队长啦，咱起码。台南市公所吼，清洁队有几台清高车？一部嘛。啊，几个人员？三个。那这个问题是，清高车是有民众需要才去申请吗？对，现在我们46个里的辖区内有，只要水沟不通的话，由市民登记，我们就去帮他清除。啊，不同时间上来算。现在几乎做不完了，几乎做不完，哎，是吗？对，有法无言吗？对他们水公里车现在几乎做不完了，而且本席在这里建议啊哈，因为哦，台风期快到了，哦，可能水沟不通的哈，可能要淹水了哈，建议哦，队长哦，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清沟车的部分，哦，配合一下46个里的里长？哦，让里长来申报，哦，每个里哪些地方啊比较容易淹水的，哦，照排顺序，赶快在这段期间哦，能够把水沟清干净，可以吗？这个跟代表报告，因为我们从6月9号到7月14号哈，因为黄这个汛期到了哈，我们已经在6月9号开始就执行这个沟里那个清。疏浚计划，那所以疏浚计划，我们是排定以后，请里长就里内最急需要疏浚的地方，我们做先去处理。已经开始做处理了哈。6月9号开始。好，那麻烦您那个，5月4号了。5月4号开始处理，到7月14号。那就麻烦你再加强了哈。好，谢谢你啊，请坐。啊，接下来我请问一下龚科长哈，科长，本席哈向你建议哈，啊，那个丰田哈祥和路福华寺后面，每到大水不用台风啦，就淹大水，还有那个资本富裕路富祥街，也是每到就是下大雨就淹水。这个现在地下水，地下雨水污水道，现在的进度是到什么地方？谢谢大会主席，也谢谢谢代表在这边关心我们淹水的问题哈。第一个先针对我们祥和路那个雨水下水道的案子，谢代表跟公所还有市长这边很积极哈，一直在协调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已经把相关的。哦，那部分大概是有900万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需求。900万是哪个地方？900万，它原本是讲的是要去挖那个中兴路嘛，中兴路四段。啊，后来就是副主席那边有给我们提点说，谢代表那边有给我们提点是说，是不是再去看一下现有的公路沟是不是还可以去容纳使用？我们确实去看了之后，这个。公路的侧沟有1米5×1米5吼这样的一个既有的排水沟。那里的工程院是970万嘛吼？对，970万。然后那个富祥路那富裕路那边是四百多万，对，400多万。好，
对啊，那个部分我们会先我有跟那个县府陈黄科科长提过，是不是公路局那一段是不是先慢一点执行？我们先把这个多要做省公路局省道这个区块的经费哈、哦，把它延伸到从那个富祥街那边开始把它做起来啊。等到以后如果是说这个公路局这个区段，你现在是祥和路吧？不是祥和路啦，祥和路啦，对。就是普化市那个区块的，是不是能够把它往上延伸哦？这个1.2米乘1.2米的箱涵，是不是能够尽量做长哈、哦？就把它把那个普化市那边的水哈、哦，能够把它引导出去走公路省道。哦、我们这边先等经费核定之后，会尽速赶快跟公路局还有代表这边一起办这样的一个现勘。那这个工程是包括是？祥和路跟富裕路一起是，它的总金额是1400多万呐、啊，1400多万嘛。对，台风期快来了、啊，知道。哦，那个科长，麻烦你费一下心了、啊、哈。好，好不好？啊，第二点哦，本席在这里哦，想请问一下科长哦，关于这个我们施工所区域计事的哈。在这个施工监督方面，你觉得说是否有尽到责任？举个例来讲了，中兴路四段596巷水沟的施作，祥和路普化市节水沟，资本路三段512巷，这个是资本路三段512巷是路面高于住家的那个凉亭的地面。中兴路四段596巷是水沟高于路面，施作的时候了哈。祥和路普化市节水沟是侧沟高于主沟的那个里面那个底的面了哈。然后资本路三段与资本路口那个，你知道吗？74巷，资本路74巷，资本路那个，也是侧沟要进入资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水沟。也是一样啊，这个责任归属啦齁，本席在这里强烈质疑齁，这个是属于我们设计建造都是在委外嘛，是对不对？那是设计的错误，还是厂商施工的错误？本席这里有照片齁，因为就谢代表在这边所称的这些，确实在设计阶段哈，确实在设计阶段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瑕疵啦。啊，我们也跟顾问公司、啊、为什么有这个瑕疵呢？对，当然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它是属于是一个隐蔽部分呐哈，它是一个隐蔽部分，必须要有一些地方必须要开挖之后才知道它现地的情形啦。开挖之后，在做的时候就已经施工的时候，民众就已经反映了。你还开挖之后，对，可是就这样的情形，因为有时候那个厂商会一直直接会一直顺着那个设计施作图说哈、啊。啊，那我一直问你嘛，这个是设计委外设计建造的那个设计公司的错误，还是厂商的错误，还是我们公所的疏失？这个我们这边追究责任应该都是就是在设计公司那边他这样的一个设计错误了，而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也没提供厂商跟设计单位也没及早跟公所通知，是说我们要如何去修正这个图说了。那本身在问你嘛，我们公所的区域技师是不是在施工期间要到现场去勘查？有没有落实这个机制？这部分我们是承办后，他必须要在停留点的时候要去做现地的督导啦。哦，停留点检查要做现地督导啦。啊，那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发生呢？等到施作完了，路面高于水沟，路那个水沟高于路面，水沟高于路面，然后路面又高于居家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地面。是不是下大雨就整个水就淹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因为就本期就吼那个丰田路啊、中兴路四段596巷那个，因为如果不是李明跟本期反映吼，本期去现场会勘吼，那个以后不是变成没做
跟路口做了阁强骂。对，所以说在那个部分，我们就是请厂商就把它整个打掉重新去做施作了，而、相关的部分也都是由顾问公司跟厂商那边去做后续处理。啊，至于说有些、这个损失谁负担？是我们公所负担还是厂商负担？就他们那边自行去解去把这样的一个损失造成机关损失的部分，他们自己去处理哈。啊，至于是说有一些住家，他确实个别住户他特别低洼了哈，所以说我们在做水沟的时候很难去保有说每一个住家他的地势，因为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很难把这个水沟把它调成大家都能够接受到的，所以说这个比较低洼的部分，就像那个刚提的那个资本路三段510巷哈，那个部分我们后续也是把它做它的沟面的处理哈，把它在水沟盖做处理，让它的水。科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剩下九分钟了。说实在的啦，真的本席希望你吼，公所那些技师吼。你要盯紧一点、不要整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了、好，知道。对这个问题、要实际去现场督促啦，厂商或者是设计上有错误的时候，要随时哈、随时做改变了，好不好？好，知道。接下来、那个资本路三段哈，597号到570号这一段呢、虽然不是这个，因为地下污水道是县政府的工程嘛，对不对？资本路三段啊，对，污水下水道是县府的，对。但是本席在这里哦，那个是因为我们当地的里民哦，这个拿过去给他看一下，里民有反应啊，而且把照片都给我了哈、污水道哦是要解决我们所有那个污水的那个事情嘛，对不对哈、是、可是变成污水下水道。居家前面变成阻塞了、淹水了，是不是麻烦我们公所哈，能够向县府那边单位哈，县府的单位哈反映一下，还有那个前面有一个人孔盖，已经超过地面10公分了，如果说骑士哈从那边经过跌倒了，是不是可以申请国赔？这一点哈，麻烦科长啊哈，会后跟县府单位哈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处理。好，好不好？谢谢你啊，你请坐哈。好，谢谢，谢谢代表。接下来我请一下公管所哈。好，所长，关于我们社区监视器是属于你的管辖范围里面吗？哈，不是，民政课吗？对，民政课。民政科长，本席在之前要开出这个补监单的时候我有请问过一下主秘哈，主秘，我有给你签稿了吼，是不是社区的监视器若歹去，会当用我的建设经费来去修理？谢谢主席，谢谢代表的关心哈。基本上这个监视器哈，透过补捐的话哈，我们这边会实际上会依照我们监视器的一个设置的一个管理办法，哈，我们会来，经费如果说合格之后，我们还会去现场做一个会勘，来确保这个监视器设置的一个到底符不符合哈，因为这个部分管建物也嘛有一个规定哈，我来照这个规定来。当然照规定行啦吼，但是吼。监视器吼，对于社区来讲啊，是一种吼贺主；对于小小来讲啊吼，也是一种贺主作用。如果呐到底啊吼歹去，倒好看，哎嘛免倒啊。尤其吼最近的治安呐吼，你讲吼，咱莫讲像迄种代志，咱嘛无希望讲伫咱台东市啊、台东县来发生啦。最近那个很多案子，我就不要去讲说社会新闻啦吼，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装监视器的目的是不是我们就是要遏阻这些小小的行为，还是这些这种代志的发生，对吧？是，我想如果真正讲到底要你派去，敢那底下看还有好吗？是，谢代表对这监视器非常的关心，当然基本上只要他设置的地点
它既然有一些规范，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确保到个人隐私权的这个部分哈。阿购五它后续管理维护的部分哈，如果说这个部分都能符合我们的规定的话，民政规定是这样。基本上我们当然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如果能够维护到社区的治安，哦，如果说在有限的经费，然后能够确保社会的治安。而且能够符合相关法令哈，跟后续管理维护上，如果说都没有问题的话，因为这问题哦，公所基本上是也在，哎，是。我们社区的监视那时候是因为是议员的补捐款做的嘛，并不是说哈，像现在是县政府警察局哈统一施作嘛，他们那个是有直接连线到警察局，而丰田社区是只是连线到社区发展学院巡守队。哦，这到这监视器吼，哦，电费一个路口四支嘛，啊，装伫民宅，这电费是由哦那个民宅他们自己付啦，并不是社区发展学院在付，他们就已经心甘情愿在付电费了，对吧？你应该去甲问讲，你要签人同意书无？对，这是不是变成是扰民的？我甘愿付电费，你过来甲我讲。啊，你搞签同意书我换。这个跟谢代表哈，哦，做一下报告，因为这强调同意书哈，哦，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说针对一个个案，它是通案哈，哦，有些就有的单位哈，哦，申请来到达，哎，鬼没多久尔，我也不晓得说因为什么原因，他突然就说啊，这个不要了，哦，所以也造成就是说公所这边也就是说产生一定的困扰，所以万希望公这些监视器导了哈，希望就是说它是一个。哎，不是讲一时啊，是一个长长久久哈，有办法去做一个维护管理啊呢。所以，我们是希望站在这个目的下去。当然，我们公所的立场本席也了解啦，但是哦，基于现在治安那么坏了哈，本席是希望说哈，啊，能够哈，啊，尽量哦，快一点哦，去修理啦，好不好？是，这个部分我会跟派人来。嘿，做会刊之后马上来做处理。哎，会刊，紧去会刊啦！啊，是。哦，该紧修理，紧修理啦！好，哦，哎。哦，唔好因为安尼哦，造成哦无多弥补的过失啦。嘿，是，哦，这部分我赶紧来处理。这大家的良心哦，袂得过啦。嘿，是。对吧？吼。嘿。好，以上啊，哈。好，谢谢代表。本席今天哦到这里哈，以上哈，谢谢主席哈。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谢代表哈。接下来我们是请我们的最资深的哈，我们的陈国敏陈代表来接续我们今天的执行，执行时间一样40分钟。担任民意代表出身的了哈，啊，你请坐了，请坐了，哎，啊，对于台东的建设啦，还有台东县整个市区的建设哦，还有观光的景点哈。你应该都很了解嘛，哈，啊，本席也很感谢市长啦，就是说，台东市不能解决的事情，你大部分哦刚上任不久就已经解决很多事情了啦，哈，像南京路的大牌啦，啊，听说富有哦富有大楼也会解决嘛，哈，还有现在。比较重要的哈，我认为台东的观光要发展道路啦哈，一些交通问题啦，哦，我现在讲的就等一下公务课你要准备要答复了哈，就铁花路有没有？现在公路局保养厂现在不是做原住民的设施嘛哈，啊，我在上届的大会有提到嘛。就铁花路过86巷、87巷以后，就保养厂旁边围墙嘛，那个路不是很窄吗？哦，一个长青养护中心旁边那条路嘛，哦，本席也要求说，因为进入市区，哦，因为遐要接外环路，较方便嘛，啊，佫细条嘛，哦，比较哦，对于交通也比较不方便嘛。啊，本席也提到嘛，哦，等一下公务科长你要准备哦，因为已经讲那么久了嘛，啊，你也向县政府也反映了嘛，哈，哦，啊，到底怎样？你等一下再一起做报告了哈，哦。还有南昌街拓宽的问题，
因为邻近有复兴国小、东海国中，哦，还有台东高中嘛，学生都从那边出入嘛，哦，该拓宽的哈，因为时间也很久了啦，1996年到现在了哈，所以你等一下也做一起报告了哈，还有，嗯，我也公务科长也是蛮认真的啦，因为有市民反映青岛街哈，就鸟山那个波坎有下滑嘛哈。然后我只有口头，哦，口头拜托公务科长哈，李科长哈，他也正式的公文答复哈，这种情形呢，我希望可能是主秘的带领之下了哈，以前的市长应该没有这样了，哦，就说我们口头拜托的，还会用公文正式给我们答复哈，应该这种情形哦。是张市长的领导，还有我想主秘应该也有关系啦，哦，能继续保持下去啦，尊重我们代表嘛，哦，代表我建议的，你们能，哦，有做没有做，有公文给我们答复，我们就认为有信心啦，哦，那还有公务科长啊，还有那个中心路二段。743巷入口那个，我们那个路牌有没有？路牌的指示牌啊，已经倒了很久了嘛，哈，啊，是不是有恢复了？还是因为路牌，我觉得应该施工所有在更新嘛，哦啊，这个路牌已经倒很久，因为里面也有民宿，也有住家哦，可能外来的客人也比较不晓得嘛，哦。没有路标的话，他看不清楚嘛。哦，以上这几个问题，请公务科先做答复好吗？谢谢大会主席，也谢谢陈代表哈，对于公务科各项案子的一个关心哈。第一个，我们就先针对铁花路的这个道路拓宽，因为现在它的相关的土地已经拨用到那个县政府那边了，啊，然后后续它在整个建筑物完毕之后。后续会有那个建设处，他要执行相关的那个人行步道跟道路的工程，我这边会再持续再跟那个建设处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啊，因为我还没看过那个图啦，我会再去跟他们，希望是说能够要这部分他的改善的图纸。现在已经时间那么久了，他硬体设施已经。对，现在对，好像11月要完成的样子了。对啊，对啊。对他后续，他后续。会去做的就是那个人行步道的，还有路面的工程啊。哦，这部分那个建设处那边的科长有跟我提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会再去跟他去做确认相关的图资啦。哦，是不是能够取得到？借由这一次开会，我们发文过去，是不是请他提供相关的施工图说，我再跟代表做报告。哦，第二个就针对南昌街这个。哦，南昌街，因为它毕竟是在都市计划道路，它是建筑用地后，它必须要跟我们必须要跟那个农改场要去做承购啦。哦，代表应该也很清楚这个了啦。然后就自己说，我们希望如果是说真的有一定要开的话，我们是希望是说，是不是可以直接让那个让农改场那边哦，是不是能够直接给我们土地使用同意啦，让我们直接做工程，后续公文对。你答复错误了吧？那个公文96年，他就已经同意给施工所做道路了呢。他的先决条件是说叫我们依程序办理拨用啦。他的先决条件是叫我们依程序办理拨用。对啊，那是现有地，为什么还要给他承购呢？对，他建筑用地啊，因为在国有财产法，他就认为这个建筑用地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哦，其实这个部分，机关拨用应该你照程序去做，机关拨用应该都可以嘛，还要，因为建筑用 对建筑用地它这个是它这个就是必须要像我们是最基层的地方单位，必须要去做一个承购啦。哦，那个是要有偿拨用的，有没有在做啦？因为有偿跟县政府在沟通，应该好了，你再继续报告。哦，那个对那个我的意思说，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那个农改场那边确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去做了啊！不要那个程序的以后是不是以后办完都市计划的时候再一并办拨用，先把工程先做了。
我们是希望是做这样的处理啦。好，啊，后续办再办拨用，它都市计划完毕变成道路用地的话，我们再办拨用就不会有那个承购的问题啊，有偿拨用的问题。好，啊，第四再过来就是针对青岛街这个猫山吼那个博坎的问题，那个应该同事去看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挡土墙滑落，然后他们是希望是说，这个路好像那边没有做博坎吼，所以说这个路越来越小，一直在坍塌啦。嗯，所以我们这个会在报请吼原民会这边是不是给予适当的协助，在这个挡土墙的增设。嗯，好，啊，至于以后代表们有这样的一个口头，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会刊的话，我们会尽量做成勘察记录表，并且回复给关心的代表还有民众和里长那边，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至于中兴路二段743巷这个路口，我会后的时候会去先去把资料先调出来，看是不是已经改善。如果没有的话，请他们尽速勘察，然后尽速办理改善。好了，我希望科长因为我们拜托的事情要做了。知道知道。已经讲也讲好几次了，一个路牌要做那么久。所以也讲不过去了，好，你请坐了。好，谢谢代表。那个主计主任我请教你了，你请南昌街改良场的，伊是管政府拨用，伊管政府管有地嘛，啊，迄是建地无唔对啊，你像即卖的，像即卖公园吼，公园所在有无？公园所在，即卖要拆县农会的土地对无？伊103年的时阵，103年的时阵，伊就会当变更地脉，拨用给县政府对无？啊，所以你坐南昌街，因为遐有需要嘛。啊，是管有地无唔对，啊是建地无唔对，但是伊个宿舍拢总已经拆除，拢总无路用啊嘛。啊，迄阵96年的时阵，改良场就有公文给公所了啦。他要提供道路用地，他是建地没有错，但是他要提供出来作为道路用地啦。是不是管政府变更就可以，还是要经过一个通盘计划？这个部分我了解的部分是这是要经过管政府要针对农改场那边过去做那个通盘检讨啦。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它虽然是那个管府的地，但是它基本上是建筑用地，所以现在如果公所有要做，其实基本上申请都是，如果是建筑用地的话，都是要做有偿拨用啦。啊，有偿拨用这部分，以公所的财力来讲是没办法去负担。没有有偿拨用，它上面就没有建筑物啊，拢总无啊。那就是土地的价款要。啊，土地的价款，土地嘛是管政府的啊。啊，等这部分讲是无唔对，但是就是公所爱编钱来去。虽然公所跟管建物基本上都是公部门啦，不过公部门之间如果说牵涉到这个土地哈，情况就在保温。如果说它是国有财产局的部分，我们如果说它是建筑用地的话，基本上国有财产局还是要叫我们出钱去跟他买，嘿，所以这保温都是公所以公所的财力来讲是没办法去负担这笔费用。那当然，如果说接着后续县政府在农改场这个部分要做通盘检讨的话，这个部分我也去打管建物检处，看是不是有办法在这个道路的部分有办法列进去做一个整个一个考量哈，让这个整个交通动线哈会更顺畅。嘿，这个部分是我们公所可以来做。那一条路是只有一段而已，短距离的，不是很长啦，因为有三所学校在那边嘛，国小、国中、高中都在那边嘛，出入的学生很多嘛。啊，只有2-3米的巷道，啊，人家改良场已经有同意要提供出来，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我们会后我们跟
公所哈、公务科这边，我们再去了解，是说来想办法来突破哈、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还是用比较简机关拨用应该对，应该因为我们张市长的团队跟哦跟主计在县政府的人脉关系哦，应该也都很了解啦，应该怎么去拓宽，怎么去办。哦，我希望能尽速办理啦，因为学生的安全问题啦，每次那边都脚踏车啦，摩托车又死角嘛，啊，巷道又窄小，你看三所学校换血人多少，是，对不对？对对，这个部分我们再努力，我们再努力来去做。没有了，我说对，急迫性的哦，应该要先做了，哦，为了下一代的安全嘛，哦。好，谢谢陈代表，你请坐了。还有市长哦，因为现在今天有人送这个人民请愿案的哦，就是在公园、哦，中华路后面台东公园那个地段啊，刚才有莲花池那边吗？哎，对，游泳池那边莲花池吧，就县农会有一个公园给那些住户嘛，嗯嗯，那边有三个邻的住户，五六七邻的住户嘛，哈、我知道，人也很多嘛、啊，我是请市长说把那个事情，因为是农会，其实农会东游记要变更温泉区嘛，好，所以把他的部分的土地要捐献给县政府嘛，好，是不是这样？哦，东西有，陈代表，东西有解释一下好不好？对啊，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代表也我知道不知情的也很多啦，啊，李明。不知道的也很多啦，会造成很大的误会啦，所以说利用哦这传播的媒体哈、请市长把这块土地的详细来龙去脉、做个报告好不好？好，好，谢谢市长。本来我们在县农会就是有两笔土地嘛，哈，一体是五分，一体是三分多嘛，哈、啊，对，当初就是说延伸到我们从现在海边。现在就在饲料厂、饲料厂在变更为旅馆区嘛，哦，啊，它的获利金就是要以现在的五分地第一笔赠予给我们县政府，哦，就是莲花池那边嘛，那边紧靠我们中广，我们还有私有地，就是靠近那边嘛。现在陈代表所讲的就是第二笔土地紧靠我们中华路这边，就是有三分地，三分地就是说我们那个动物区，哦，那变更为旅馆区，一样是变旅馆区，把这个。三分地已经在把这个获利金，把这个三分地赠予给县政府了，啊、哦，所以说我们在设置施工所那一天我也是了解了，所以在这件事我们施工所真的说上不上边了、啊，但是我们我一直强调，我们身为台东市大家长，我们有钱，我要有这种义务要去保障到我们市民的权利，所以说这三块地有居住到将近十五户，包括我们福仁社这边，啊、哦，这边现在县政府就是把责任。给农会嘛，要求农会一定要清除干净，清除把这个住户都清除啊，移交给我们县政府，县政府才要点交，才要接受嘛。所以说，现在进入慈禧户的人家，真的是在他们真的是投诉无门了、啊。哦，那一天我有因为是涉到县政府跟农会之间，其实那刚才管修刚才启宏说，完全说沾不上边了、啊。一刚我冇拜托营业组合，先趁他们临时会。哦，啊不，这个定期大会，议会临时大会，要求拜托他们议员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嗯，哦，现在专案小组已经组成了，哦，看他后续是怎样，有议会民意的发声，哦，啊，向我们县政府啊打，哦，诉求我们人民的哦心声，啊，所以说现在是在进入到我们议会在专案小组，啊，站在我们施工的立场上，我们是全力的配合我们现在的我们他们的专案小组，哦。啊，因为我过去讲的，这是台南市的土地上啊，吼、啊，咱一定为着百姓的咱的权益，咱一定要去维护着。所以讲，我刚嘛，管政府讲，甲观众来讲，啊，恁看咱无查个一家底，恁会当讲为着到管政府里面再你袂好因嘛？啊，你嘛是会当一个办法啦，吼、哦。即卖管政府看伊含议会，即、這个中间人专任小组，甲管政府一起看攻略看安怎，安尼好不好？我们随时都会了解这个状况。好不好？谢谢我们陈代表的关心与指教、没有啦，一本来是
他们县农会也是很硬啦、啊。嗯，那花纹叫限一个月要拆除啦。今嘛吼，哎，还是较无利啦。今嘛伊为着吼。哦，咱是讲说分局嘛要刷迄边嘛，分局是靠、啊、靠遐嘛。起、码说，伊是讲分局要解决土地问题，啊变啊变更嘛。因为什么讲啊？因为地要变过器官用地，管政府现在嘛在禁嘛，所以管政府甲这叫等哦，管农会我啥讲的，甲这叫等哦，管农会啊嘛。爱农会一个月来要去处理这代志，哎呀、啊，因为伊已经甲变更东流区变个旅馆区，啊伊的获利金啊，甲这三分外地一定爱给管政府啊。啊！伊要电销疫情，一定要处理较好些好些，伊甲要甲点点搞起来嘛，吼！啊，这部分我在使用所的部分吼、我们随时会去了解这个状况吼。啊，上好是因为这边啊较无妨碍着，刚才咱馆长昨天来说过给因吼，啊，招标方式以他们优先架构方式，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走？哦，谢谢市长了。好，谢谢我们陈代表指教，谢谢。因为。今天他们有送这个请愿书嘛？对，我有收到了、所以我们、在台东的立场，因为他们在那边居住也很久了啦。对啦，已经四十几年，我知影。都四五十年，对不？我知。哎啦，啊，你讲像一个月要共贴，我感觉是较无道理啦。一个月多，我来咱，哎呀，哦，我会后做一个协调，做一下。啊，会后我们再要求说，我们先入跟农会是不是暂缓一下哈？好，谢谢陈代表指教，谢谢。谢谢市长哈。还有那个主计主任哈，因为现在丰原国小哈，你请坐了，等一下，因为丰原国小现在是外来的旅游客哈，都会在那边拍照啦，还是哦一些。他因为他的硬体设备还不错嘛，在网络上还打的知名度很高嘛，啊，因为停车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啦，啊，现在好像他们社区发展协会有在对面就水利会的水沟上面，他们有他们在水利会的水沟上面有把它整理出来的啦，哦，可以作为临时停车场嘛，哈、哦，啊，现在因为我有过去看啦，因为看还不错啦，哈、哦，就是说它有停车场，但是旁边它只有把那个水沟加盖嘛，铺上水泥嘛，哈、哦，啊，可以方便停车嘛，但是附近的杂草哈、哦，好像。对于观瞻好像跟丰原国小好像不搭配了，哦，所以我说希望我们主秘哦能说是不是把那边旁边的杂草还是做有一个艺术性的哦木质的哦的围墙哦木质系的剩五烂旁那像花园一种啊那个炸开有无？哦啊看是。协调看他们社区发展协会要不要认养，哦，还是你要不要认养，哦，如果没有经费的话，我们公所是不是说拨一些经费给他们去认养，给他们去整理，将来我想跟丰原国小的景观跟我们所谓，因为他们社区发展协会提供出来的就水利会的地嘛，应该那市长还是。主秘有没有看过？在丰原国小正对面呢。谢谢陈代表的关心、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我是大概有去注意一下。不过基本上，因为它是水利会的地嘛，好、哦，啊，这部分水利会的地他有同意了啦。因为刘王贵他也是委员嘛，是，但是水利会他跟我讲说他已经有同意，所以他们铺上水泥了啦。啊，就旁边的，因为美观景观哦，是不是说我们市公所能去配合啦？不然跟丰原国小也不会搭配啊。基本上哈，如果说这一块地的话哈，水利会他有委托给社区做维护管理的话哈，那当然就是说站在我们公所去辅导社区。
管理委员会去运作的话，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个边变成一个社区的一个亮点。那基本上我们去了解看看，如果说因为如果说它是水利会的地哈，如果说依照这个废弃物清理法的话，是应该水利会去做这个清洁哈，做整个一个清洁的一个管理。那如果说他已经委托给社区管理委员会去做维护的话，那我们站在辅导社区哈去做一个社区的一个繁荣的立场，我们会后的话，我们来去了解看嘛，看公所在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哈，对社区做一点帮忙这样子。我尽量看，我看一下，我们来看现场一下，做一下会，跟社区发展协会联络看看、啊、好。没有、啊、好，我本席的意思是说，因为凤眼国小也达到观光景点的啦，哦，外来的旅游客都在那边拍照嘛，哦，还有参观嘛，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哦，既然地方有提供停车场出来，我们也把它美化一下，这样才比较会对称的，不然人家来说，哎，我车子停这边都是杂草啦，对吧，景观都那么差，哦。哎，是，这個、部分也是讲，我来会后了解一下呢。讲水利会有同意哈，看是不是说公所有办法在。应该有同意的，没有同意，他不能铺设，不能加盖嘛。哎，是。嗯，这個、部分他已经有加盖好了。好，这個、部分我们会后，我来去了解一下。嗯，好，谢谢陈代表。好，那请坐。那个殡葬所所长哦，那个本来在我们追远厅前面那个广场有没有？广场的地桩好像去年就要花苞哦，那是功课的事哦。那你先请坐，我功课那说要花苞是没有花苞还是怎样？到现在还是？那个地桩还是破破烂烂的。谢谢大会主席，也谢谢陈代表哈。在去年的时候，他有先去就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去做改善了。啊，在最近，因为那个是处在这个水底下有水沟了哈，他主要是水沟那时候在做盖板的时候没有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在追加的预算当中会一并跟那个慎终追远厅的门面的工程，然后要去做那个整个广场的或破损部分的去做局部的改善、嗯、我是希望这样来，因为殡葬所是可以说我们的附属机关是赚钱的地方啦，是是哦，收入最多的嘛，哦，又也不会讨价还价的嘛，多少就是多少嘛，哦啊，对于你看破破烂烂的，一天出入的客人啦、啊，还有外来的客人也很多嘛，对不对？目前这个计划，它我们现在在做预算书修正审查的工作了啊。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在六月中旬之后有上网招标了啊，希望在十月份以前把整个工程能够做一个完好的结束。没有啦，我希望说哦，因为财政应该没问题吧？有那个列入，因为殡葬所那边是赚钱的地方，应该财源应该够吧？有那个已经有列入我们的改善、哦、目前的改善计划。所以你看破损的那么，哎，要讲多久你们才会花苞才会怎样啊？花苞程序。哦，又是一待那么久，我希望以后我们张市长的团队哦，能大家哦把整个台东市搞好一点啊。好，知道。哦，不要每次开会都每次都，对不对？都挨骂，殡葬所所长又骂不到，都是骂到你，对不对？因为你要花苞的嘛。哦，知道，我会尽速赶快做好这个工作。对对，主要是你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人少，工作繁忙嘛，哦，要如果是人少的话，可向市长再争取一些比较得力的人手吧，哦，因为你们那边都是要专业人员嘛，好，知道，好，请坐了，好，谢谢代表。
没有。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反射镜是也是功课的嘛？那个反射镜哦，一些有的都被人家喷漆了，啊，有的是被车子撞到的，有没有？我希望说偏一些经费哦，能整理一下了，不然也失去反射镜的作用了，因为来车看不到嘛，哦。你像东庄旁边那个，就被人家喷漆喷的，就是模糊不清，都看不清楚了。还有的被石头打得歪歪的，哦，都凹凸也看不清楚啊，哦，所以也偏一些经费能整理一下啦，为了市民人车的安全问题嘛，哦，是不是？是不是科长有这个打算呢？就目前我们先就刚刚代表提的这些地方哈，有需要就是有去做需要改善的，我们就会赶快尽速去做改善。不过会有一些就经常性哈，会有一些经常性破坏被车撞的这些区段，我们会评估它是不是适合用其他的交通安全设施去做替代啦。要不然我们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工作啊，经费一直这样重复的浪费也是很可惜啦。在这边也是希望我们市民能够珍惜我们现有的这些公共设施啦。哦，在这边希望是这样。对啦，因为你说要市民去爱惜它哦，很少啦，也有一些会破坏的啦。是。你像每个公园的游乐设施啦，什么还是遭人家破坏啦。嗯。哦。所以有破坏，我们也要去维护啦。知道。哦，我说希望说不要只要建设啊，不维护啦。好，哦，是，也要建设，也要维护啦。哦，这样才能够哦发挥到我们公所的功能嘛。哦啊，确保人车的安全嘛。哦，好了，谢谢了，以上。好，谢谢代表。哎呀，我还有时间嘛哈，哦，让给林县友林代表哈。其实哈，本是顶刚在执行时有讲吼，咱的工程哈，郭科长，工程的品质哈是要加强啊。这本来工程就是爱做到百姓感觉讲，咱就做到顶个我咧讲要人民有感嘛。我们的施工品质哈，真的要检讨一下啦。这两点有关于两点哦，就是说我们单价问题啦。单价如果单价好的话，厂商就会进来嘛。你单价不好的话，当然就欧北走嘛，这是一定的道理嘛。然后它的数值也有关系啦。所以我刚才讲吼，以后有如果有我们的厂商哦，做得很好的厂商哦，我们要给他优良的厂商。如果做得不好的厂商，我们一律拒绝啦，不要再给他进来了。这才是对我们台中市有加分嘛。那每次做走了都够强咩？做走了够强咩？那做的也没有什么意思啦。科长，但是我要听你讲两句话啦。事实上，我们公务科哈，外来的都是外来的工人员、基层工人员，那加起赞助你啦，所以他做一做就马上走开，导致我们公务科人才一直流失嘛。所以公科长，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啦，这点哈，我嘛是爱你讲两句啊，阿伯。所以说，以后我们真的我们的品质啊，就像是本席在说四合路那个分割岛的事情啊。那我可能说，分割岛是旧路面在走的，不可能啊，是太差劲了。这种厂商，以后像这种厂商就不要了，拒绝了。路走我们越穷没嘛，所以咱做到要死，我们做的要拼命做，但是我们出来的品质乱七八糟，百姓没有感谢我们，反正在骂我们嘛。啊，这个所有的都是打了工打当起工错嘛，人家说会说你工科长吗？一个是起地方够穷没啊嘛，所以。以后我们的施工品质一定要加强，单价要合理化了。单价有5块到10块嘛，那我每次都踩在5块钱，就像没探及到你嘛，我本来这手哎，这个一定要检讨了，好不好？你不用回答，没关系的。好，哦，你请坐。啊，够几点哦？那个蔡恩科长，咱那边想支撑的科长可能是应该是你啊啦，
有关于那个小野柳停车场的部分呢、啊，它不只是停车场部分呢，你知道吗？包括那个卖场也是我们台中市公所，你知道吗？是。你看不着？好，谢谢大会主席哈，谢谢林代表对整个小野柳风景区的关心哈。早期我记得了哈，早期在民国八十年之前，它属于公共造场，由民政科管辖的哈，在经管的公共造场。后来成立东部含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后，含三仙台、含八仙洞一并纳入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统筹范围以内。那时候跟县政府订了一个契约，就含小野柳的这个部分哈，就是含卖店。还有停车收费二分之一也要拨回到市公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一半。啊，前呢，成功镇公所他侯武成镇长其实有应得七比三，没有，他一样是二分之一，只是说他那个比较贴近，比较有名的、啊、哈，比较贴近国际观光景点，所以他的收费量会比较多啦，人也比较侪啦，哦，游览车嘛较侪，啊，小野柳的客群没有那么多啦。我是安尼啦吼，科长，我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吼。像小野柳，它是一个观光景点，它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地方啦。我刚刚因为我们台东市公所的我们的财源拮据嘛，所以我是希望说，科长你跟主秘会后会当去跟小野柳，会当跟东莞处好好讨论嘛。因为它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它本身是针对中央嘛，它是观光局，它的经费比较多嘛。是，我们比较有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跟他商量说，是不是？每年的经费可以多拨一点给我们台中市公所，因为台中市公所真的是非常拮据嘛。是，像这个东西，我们要跟东莞处互动一下啦。是，好、哦、啊，卖公点点透了透一丝啊经费，我觉得是北北东直接政府嘛，地方政府嘛，对，就是要为台中市我们共同去努力啦。我们也感谢啦。像这次那个我们这个北端的入口意向啊，是，我干嘛小眼睛小鼻子啊？你看光一个路也像路也那个入口意向就大咖那里碎。东河的也比我们漂亮多啊，啊，我们那个在北端那个真的是太小了啦，我干嘛奇怪谁啊啦，没有宏观啦，好、哦，要这个，我以爱经费的关系，那以后我们就像拜托东莞处，是不是经费到方面哦，都给我们资助啦，是，好、哦，那是以后一定要去努力这一点啊，好不好？谢谢，请坐。那个阿哥一点吼、哦，嘛是要给你，嘛你甲科长，我们那个枫叶桥下吼、哦。在座很多科长可能都不知道了，我们这枫叶桥下有一笔高公顷的富裕保护地，你知道吗？那你看到垃圾掩埋场的富裕地，你知道吗？哦，早期的那丰原垃圾掩埋场。啊，为什么都是荒废？那边的垃圾丰原掩埋场，你准是特定事业目的用地，然后掩埋了以后要做富裕嘛？富裕有些觉得第一期记得是有申请有过了，后来第二期的话，好像环保署有点意见。了解啊！现在目前你是还在复议的阶段，你也也复议的话，你刚有去市政考察，我复议的未歹啊。我基本上跟你是在还在下沉的一个阶段呐、啊，几年了，现在几年了，大概快十年的吧。建龙垃圾掩埋场启用之前，它才封闭的嘛。应该是 OK 啊啦，海滨公园嘛，超了十年都差不多成功啊嘛。这个可能要请我是刚刚那啦，那个主秘，我是建议这样子啦哈。像我们这一块复议的九公顷土地哈，我们是不是要写一个计划？是比公，咱台中市公所拮据嘛？是我的建议是说，我们向经济进步能源局，咱来申请，我也建议啦吼，申请咱也当你要用太阳能发电，然后做一个发电厂蓄电以后，我们把那个蓄电卖给台电，安尼咱台当起工受够增加收入啊？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点看也当努力一下，可以吗？这个部分我们来努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有关那个垃圾场。富裕哈，他是不是有会受限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啊？因为基本文化不是很确定哈，我没有办法跟林代表做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但是我这个林代表，好，这个今天提出这个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去研究。你知道那个九公顷如果续建以后卖给台电，那几公司啊并做 OK 啊，对吗？是。啊，这经济部那些科技申请啦、啊，因为民间就可以申请了，为什么他政府都不肯申请？是。好、哦，啊，这个计划我们好好下，会我们来讨论一下了。好，是。好、哦。好，请坐。最后一点哈，我是讲，虽然这段期间哈，我们的民意代表哈，在对我们市公所各位同仁哈的建议了哈，我们大家非常辛苦了啊，这是安尼啦，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哈，因为张国忠市长现在在当市长以后，他对于每一个工程、每一件事情的认真哈，是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你大家陪在边个安尼，哦，但讲实在。一个团队，一个市长做了解后，团队若无要配合嘛，是没有，嘛是无办法啦。好、哦，我希望讲，
在这段期间，大家代民意代表所建议的，好，大家要努力的去把这个事情执行完了啊。当然，大家在辛苦，我们都知道了哈啊。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一起来创造台东更美好的城市哈，跟台东人带来更快乐。好啊，谢谢大家，今天本席执行到此，谢谢。而且我们清洁队长了，那个我们旧的荒原掩埋场有没有？垃圾掩埋场啊？是，已经封场封遐久啊嘛，哦，嗯，啊，本身嘛常咧建议讲，会当整理起来看是，哦，要出租给人做赛车场嘛会使啦，哦，啊，算打击场嘛会使，拢会使嘛，对不？啊，以前市场拢。可能拢无咧甲处理嘛，哦，啊，即摆我们张市长吼、哦，是毋是讲会当甲环保署争取经费嘛？因为现在杂草丛生，规个拢种草嘛，有啦，你也看有啦，有人放几只牛伫遐咧食草啦，但是嘛食袂了，遐草伤济啊，哦，啊，无得咱干脆公所掠一挂牛来啊，饲一挂草食食咧吼，佫会当收入啊。哦，这个当增加收入，无坑他妈的赢，哦，啊是讲那百姓饲牛去啊食草，嘛阁违法啦，凡是恁阁要甲罚的，哦，所以我希望讲，队长你靠魄力来看，哦，有法度当甲这个旧的掩埋场复育起来，因为对于方圆，哦，真正较早做粪扫率嘛，较早方圆是粪扫率啊。啊，了无你嘛爱加回馈一下，对吧？哦，队长，你看你有啥物怕什么？在这边跟谢谢大会主席，这边跟代表解释一下这个垃圾场护役的部分啊，因为现在荒野垃圾场护役的部分是第一期，那要进入第二期的时候，我们跟环保局那边做一个那个，那因为环保局那边要求我们要把地目变更。为公园预定地才能公园地才能够让我们进入第二期的呼吁啊，这个部分呢、哦，因为公务科那边他们有提出来，那这个经费上可能我们施工所是不是没有办法负担，还是怎么那个可能公务科那边比较清楚。那至于说真正的要去整个呼吁完成以后，那环保局那边才会把这个土地放出来。你今麦报告是讲土地要变更是吧？对，他现在目前是垃圾场用地。那你都是说要整个户域能够使用的话，它会变成是公园一定地或是任其他的那个用地才能够做使用啊。我请问现在荒场已经几年了？荒场大概十多年了、哦、啊，十多年公所的完全拢总无在甲想去特别户域嘛，对吧？现在是户域是土地变更，没有，现在复议是第一期工程在复议当中啊，复议完现在要进入第二期，因为第二期是需要变更。你莫个骗雷啊啦！第一期复议前偌久的时代就讲第一期复议，环保署办两千几万，好像第一期复议嘛。啊，了到今麦已经几年啊，对不？啊，你复议迄阵他有啥物做？都土灰黏黏的，尔根本就无啥，拢人蹲沙石啊嘛。啊，土地可以变更十几年了，还不变更，对吧？这无要紧啦，这拢过去啊，因为你嘛打劫，你嘛唔知影啦，哦。所以该做爱做啦，规个台东，哦，会当变更，会当趁钱的，拢无做嘛。一个土地变更十几年还没有变更，第一期复议的经费炸得出来啊嘛，都唔是即卖啊，对不？是唔是安尼？跟大伟解释，因为那个一期复议那个我们已经执行完毕，现在要进入第二期。我知啊，几年前的代志啊，因为即摆算咩？第一期复议要拖啊久的十几年哦、喔，经费会当互你用十几年啦，对吧？所以该变更的要变更啦，好，你请坐啦。请问市长哦，因为以前哦、喔，嗯，哦、喔，像他都要。哦，对对，那改水土地要变更地目，哦，嗯，垃圾场用地要变更地目，炸的要变更啊嘛，十几年啊、哦，对不？都唔是即卖啊，吼、哦。谢谢、啊、所以谢谢主席，来，郑代表，我有解释好不好？嗯，其实我以前做副主席的时阵啊，吼，咱就是咱要作为董事嘛，吼，嗯，
我们那时候就是热社长就在丰原嘛，就迁移到我们丰，就迁移到我们丰，接那个开发队嘛，还有了丰田嘛。变成讲丰田是十几年来熟悉速度是有较慢啦吼、啊，我上年后我嘛有咧注重这四块，是安怎讲要爱个变更吼？你啊讲今麦就今麦热社热社用热社用地，而且十几年来你那无变更哦，其他问题我会好，我会去好啊，到啊我的主笔啊我的团队好好来研究。啊，现在讲第一期已经2000多万啦，哦，啊，你做嘞，做嘞，起码个无达你理想嘛，吼、哦。未来咱明仔个啊，环保署准备什么经费，啊，过来做较好应用，啊，这个哦，丰原哦，咱的掩埋场吼，啊，这副业工作啊，拢啊完成，完成好，啊，看明仔好啊来利用。那是讲你要让赛车来伊啊，肯定是较好啊，因为咱个维护，那么省咱施工所的开支嘛，这嘛是较好的代志啊。不管是赛车也好，什么团队也好，认为讲会使，吼、哦，会当替咱维护。啊，替咱去省着咱市公所开支，这拢我更乐意去做的，啊，我嘛乐观其成的，吼，啊，我嘛去努力奉献。我就是讲希望讲，哦，有张市长的领导吼、哦，因为你嘛做民意代表过，所以较了解嘛，哦，地方的建设啦，地方的需求，哦，有当过民意代表过，拢会较了解，所以即摆来做首长是较适合嘛，哦，所以。我介绍嘛，定有在建议啦。哎，嘿，富裕你一定爱做起嘛。对。做起，你敢来乡村岛，对吧？人一个海边啊，过来赛车场，对吧？啥人会当成？其实未来如果会当赛车场，那么更好代志啦。吼，我的目标就是讲，会当讲这运动，啊个带动咱哦咱的观光，而且人家富裕到讲做较好诶。买当变成观光景点，会当跟咱凤尾沟桥相互不一样，这是介好的代志啊！哎呀，做气弹打击场嘛会使啊，迄拢介宽的所在嘛，这介好啊，对不？哦，所以当增加咱的咱的市区的收入嘛。嗯，市区收入啊，不只是讲咱当地百姓嘛，吼，加因的物件，加因的穿的物件，咱提在讲边仔来摆，拢嘛比较介好的代志啊，省车。哦，迄、那个地方会当变更，好，因会当来做生意，好，会当带动一下收入。对啊，这介好的代志啊。所以主要就是讲，哦，市长有用心甲无用心，就是差在这啊，尔啦。所以陈代表，我们会后，我们会好好跟我们的事务团队，我们好好来研商一下。好，我希望讲张市长的领导吼，会当甲咱台南市吼，搁一工比一工较好啦。好，我们会努力的。好，好，万里努力哈。好，谢谢陈代表的指教，谢谢。好，谢谢陈国敏陈代表。今天排定的执行队完成，今天早上会议结束。